论智商，你先选。那我就来勉强分析一下。大菜一看就无中生有，这个外国人讨厌，不能以形换形。这个有鱼味，应该是鱼吧？哈哈，鸭喇叭你智力不行呐！这个外国人讨厌，不代表我讨厌呢，我就选他了。哟呵，皮蛋。鸭老板，你这做的有点过分啊！江湖的事你少管。这个大菜都不选，你们怎么选王子？哇，好精致啊！你这个白菜，您吃啥？